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桃做的鱼木鸭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们，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僵尸启示录》100天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开启的呀。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一下这档启示频道剧情啊。上期视频咱们是那个探索了城镇的几栋房子，然后夜晚的时候遭遇了血液事件，咱们被困于这栋房子里面。现在已经天亮了，下面的那个丧尸已经剩了不到一半了吧，咱们现在可以突围出去了。好的，走。你干什么？直接跳下去啊？拜拜了，明磊，再见。你好无情啊，留下一滩黑色的血就离我而去。你在哪？哦，我看到你了，在哪？这样子他们就跟着我了呀，你是不是傻哦？也对哦，那我先不下去先。你别往那边跑啊。那我往哪跑？等一下，你们三只漏网之鱼。漏网之鱼什么鬼？之鱼打死你们！完了，又冲我过来了。小 kiss 啦，慢慢来啦。抓！被他们摸了两下。往这边走，这边走。你走呗，我在这边打呢。这边好像是车站哎。漏网之鱼。哎，胡萝卜，胡萝卜。啥？胡萝卜？嗯。我刚打僵尸掉了一个胡萝卜。这车站哎。一个小车车，拖一个走呗。我看到一个妹子，她僵尸的妹子长得好可爱。车里面没有箱子，她头上有一朵蓝色的小花花。那你把她带走呗，把她圈养。我想带她，我想带她，可是她总是被我打的。又是僵尸的刷怪龙，不管她。哎，我的时间飞掉了，再见。哎，我找到一个箱子，盾牌 ，nice。嗯哼，又是血液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咱们得找个地方那个。干啥？抵抗这是血液啊！哦吼！剑，生牛肉。我这找的挺多东西的，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快快快快快！春天还没暗下来，怎么都是黑的？你来我这呀？这里没有箱子，赶紧走，抓紧时间。我这房子好大，我估计这大房子里面空的，应该是空的，里面全都是黑。嗯，快走，往这个方向走。好。哎，前面有亮光。这小房，哎呀，进都进不去。这个小车车的亮光，走吧。你看周围的眼睛，有没有发现他们的眼睛越来越亮了？嗯，好多啊，这边。是呀，他们跟着了灯似的。从这边越过去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啦啦啦。哎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哥哥，就欺负他们的移动速度慢，哼！我的天，这是丧尸广场吧？这么多！这个房子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没有？小平房里面呢？应该有屋子。里面有，里面有一亮光。
你是不是进的这个铁门？不知道，我进的那个房子是有很高很高的。我在这个铁门里面，这好像是个超市哎。不知道。等等。完了。我感觉我走进了一个迷宫里。这里可以钻进来的。你来我这，来我这。我这边可以上楼，楼上有亮光。我这也有亮光，等一下。我先看一下这边。我的天！吓我一跳。好吧，我这边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这里刷过龙。撸掉。要把门堵起来。他们都进来了，有窗户，他们可以爬进来的。对呀、啊。等一下，我吃个面包。小心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一点都不安全。咱们只要进去就安全了。快进来，把门。顺便把门带上，你在外面把拉给拉上，然后 TP 我，多杀几只火把 ，TP 我。好了，他们就进不来了。嗯，我撸刷个龙哦。撸吧。哦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啊。金块。带走带走。铁轨呢？铁轨也拿着。这几个都是空的。哇，这里有碎石啊，木棍。强化长弓。还有虚弱之剑。粘液球，还有骨头。带上吧。我有三个胡萝卜，我钻石，有八颗钻石了 ，nice。先看一下外面的景象，我的天，咱们两个扮演食堂阿姨吧，嗯，扮演食堂阿姨吧，给他们那个，给他们打饭。千万不能手抖啊，他们脾气暴得很，你要是手抖他们可能一拥而上了。你不记得吗，咱们在学校、嗯、学校食堂吃饭，那个阿姨那手简直跟得了帕金森一样抖抖抖抖抖抖，明明看勺子上面有好几块肉，被他抖得只剩一块。你身上还有一块，我就剩点汤还有菜。哎，还有这后面聚集的将丧尸还不是很多，咱们要不要冲出去？我给你个盾牌，给你个盾牌，给。谢谢哥哥。要记得用啊。关键是我也拿不下，等一下。没有手的，我看到是没手的丧尸。走吧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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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围都汇聚过来了。嗯。得找准机会，你看你那边，应该他们仇恨多在我身上。并没有哎，这边我这边。挺少的，也算是。我走了。好，你先跑。拜拜。你跑归跑，把这里堵上好吧。我咋堵呀？快点快点，听雨果哥哥，这边少了很多。万一他进来怎么办？他走得太慢了，他们。好，我来了。往哪边跑？往前面走。这跑就跑出去了。对啊，你要在那边待着吗？先不要出去，城镇里面肯定还有什么东西。
Hello， 各位兄弟。我们刚刚是从哪里过来的？那边，那边。这应该是个公园，城镇的中心公园。这些房子都黑的。咱们分头行动吧。嗯，好。找有亮光的房子。嗯。一定会有物资。好的。哎，这栋房子三楼有亮光哎，你上去看了吗？没什么东西应该。你进去看过了？我就是爬上去了，然后就看没有东西，我就踢皮你了。房门都是打开的。我这面包好难啃。哦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，我在给自己做一个跑酷。这边楼顶有亮光。我靠！我要不要上去？我别打我兄弟！哎呦，好黑！把门关上。我上去看看，去楼顶看看。哥。啊。我这边有一个。会不会有幸存者？好吧，当我没说，什么都没有。喏，我这有血迹。嗯。小心点啊。这边。哦，钻石大剑。好的。还有铁块，拿上拿上。必须得带走，小心点啊。嗯，这里可能隐藏着什么危险。好的好的。好黑，有个烧烤龙，两个。哥哥哥哥，这边有一个怪。我这边好像也有，又有铁块。
天快要亮了，咱们再撑会儿，穿个裤子，刚好，咱们把那个，我做个鞋子。OK， 我去外面看看。他们既然能从房顶下来，那就应该可以去房顶。是呀，应该是可以再往上走的。我有东西可以上去。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好。啊！你人呢？我在这边上房顶呢。嗯。你要把上面那个撸掉呀？对呀，但是我撸不着，我不够高。哎，够着了。有什么东西要下来了？小心点。嗨，好几个，两个。哎，你倒是再放一节啊！没有啦。把那个挖掉，撸掉。你不要撸，放快的时候扭屁股好吗？让我瞎扭吗？吓得我一激灵，差点狗了。给我下去！看这楼顶有没有箱子？好像没有啊。但是这个里面好像有阁楼的样子。刚好咱们可以观望观望一下四周。你看，有些丧尸。他们烧起来了！哦吼！阁楼里面有东西吗？这楼顶果然是可以上来的，哥哥，你到这边来。怎么上？你看，这里哪呢？这是一个新房子。嗯。没有光亮，应该没有屋子。咱们得去有光亮的地方。嗯，来吧，咱们这期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先结束了吧。你看这个铁块，你又忘记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来吧，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